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，我以为的遗忘，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林宥嘉老师，嗨，初次见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没有，你刚突然 Q 我，害我脑袋空白。这一段表演总结就是倒吃甘蔗的感觉。什么意思？解释一下。就是倒吃甘蔗。倒吃甘蔗的感觉就是越来越好的意思。对对对。倒吃甘蔗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呢？为什么倒吃甘蔗？正吃甘蔗跟倒吃甘蔗，它味道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就是一个，你知道。不再平常的一天，我们又见面，和你我约在 Love City 咖啡店。你是看见什么？我想知道那个是什么时间。我想问那个小王，就是你那个咔咔咔咔咔那个怎么弄？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咔咔咔咔咔咔咖啡店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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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哎，我也可以哎，可以啊。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可以，因为范玮琪也会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范玮琪。其实是一样道理的。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厉害厉害。你可以叫零零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零宥嘉也可以，意思是一样道理的，都可以。啊。很简单了 ，so easy，OK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你。如果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。哇。小声地说，多么爱我，只有你懂得我，就像被困住的野兽，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。你们刚才的表演我觉得很好听哎，谢谢老师。我觉得很好听哎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唱，因为我自己想要唱这首歌，我一直不知道要定什么 key。所以你很喜欢这首歌？对啊，好好听。我想说，键盘老师，刚才那个歌是什么 key 啊？寂寞的恋人那个副歌，我要唱，我唱。天下寂寞的恋人啊，试着辛苦的去了解，这些遗憾、想念。相爱的两个人，越是容易让彼此疼，留下了那段的不值得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我一样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相爱，谢谢。这世界很酷。